己喝太多了。是不是本宫喝酒还要你管？是不是皇上有了皇后以后，我这个鬼魂就不值钱了？娘娘，不是。孩子硬，孩子硬，给我拿酒去，拿酒来，快去呀！是，拿酒来，是，是。册立皇后，娘娘大发脾气，音乐近日也倒霉，常受娘娘打骂，是吗？哎，这些衣服你替我交给音乐。好。什么？你想到万贵妃宫中做事？姑姑，我想过了，现在后宫当中最得势的就是万贵妃，能够在她宫中伺候，无论奖赏晋升的机会都大于别人呢。哼，也是啊，单看那个什么汪直，进宫才不过几年，就凭借着万贵妃得以亲近皇上，一转个头已经是什么西厂厂工了。昨天我见到他，不知他有多神气，他也不想想，十几天前他还只是个召唤太监，见了我还得卑躬屈膝的叫一声凌思正呢。嗯，就是。哎，姑姑，你帮我打点一下，我知道万贵妃宫中的映月最近不怎么得她欢心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把我安插进去。这就对了，七巧，这才是正事儿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机会，姑姑一定会帮你的，你得让姑姑好好想想办法。嗯，嗯，好姑姑。哎呀，长大了。好姑姑。臣妾参见太后。贵妃不必多礼，谢太后。几日不见，贵妃又清瘦了许多，还在为皇上立后的事情不安吗？皇上乃一国之君，后宫佳丽三千是平常之事，立个皇后又算得了什么？臣妾哪敢不快啊。贵妃能这么想，哀家就放心了。在宫中不要计较名分，最重要的是皇上对你诚心。臣妾知道，臣妾这几天身有不适，没向太后请安，请太后见谅。哀家不是说过了吗？贵妃是从哀家宫中出去的，就等于是自己人，这些就不必拘礼了。哦，下个月二十是太后寿辰，臣妾想为太后贺寿，不知太后意下如何？哎，贵妃还记得哀家的生辰，也不枉哀家疼爱贵妃一场啊。太后言重了，后宫之中谁人把臣妾当是自家人，谁人恨不得臣妾死，臣妾还是知道的。不必为这些小事烦心，后宫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还见得少吗？最重要的是懂得保持自己的实力。臣妾知道了。唉，只可惜哀家并无子嗣，而且外亲外戚也无至亲位极人臣，想帮贵妃一把怕也无能为力呀。太后对我仁慈厚爱，臣妾感激万分。嗯，贵妃知道就好。太后寿辰之事，臣妾会交由礼尚宫好好安排的。有劳贵妃了。参见太后。舅舅不必多礼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舅舅坐。谢太后。
夏月20是您的寿辰，老臣特意让干女儿为您准备了一段舞蹈，到时候进宫为太后贺寿。舅舅的干女儿？她的名字叫青姿，长得美艳无比，体态轻盈，那可真是万中选一的美人啊。哎，可惜皇上刚刚册立了皇后。太后，这个皇后可以立也可以废，我们有心不怕迟啊，只要她能得到皇上的宠幸，我们这一支外戚才能够继续在朝中办事啊。嗯，舅舅真有把握你那位干女儿能够得到皇上的恩宠？太后啊，只要能让她跟皇上见面，我保证她一定能得到皇上的宠幸，老臣有这个信心啊。但愿如你说的，这万贵妃看起来对哀家还算尊重，但是毕竟是非亲非故，对咱们也没什么帮助。那哀家就打点打点，等哀家大寿的时候让他进宫献舞。啊，多谢太后啊。酒来了啊！好，慢用。来来来来来，端上，上，请坐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来来，倒倒倒倒，来来来，马上马上。好，好，哎，喝。你们吵什么吵？啊？你们，你吵什么？你说谁呢？你问你什么事啊？就是吵架，照打。别别，他喝醉了，别跟他计较啊！滚开！这别打呀！有本事，你打死我！别动手啊！今天就别别别，千万不能！
是你把我弄回来的。不是我还能有谁呀、啊？二少爷，这杨家可就剩下你这么一个人了，你可得好好保重啊。保重，我宁可那天上景山的人是我，死的人也是我。大哥是被我害死的，我一辈子不会原谅我自己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就是大少爷的在天之灵，也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哎，二少爷，你，二少爷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不，你把这醒酒汤喝了。二少爷，我不许你出去啊！我不许你这么糟蹋自己。你别管我。我告诉你，我大哥死的那天，我也死了。现在，我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。不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你不能，不是我，我二少爷。我不能让你出去，今天说什么我都不能让你出去。周伯，二少爷，你不能出去啊！啊，我不出去，我不出去，不出去啊！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你站住！你不能出去啊！二少爷，二少。跳得真好啊！哎，先生，你看青姿的舞技可登大雅之堂吗？回大人，小姐的舞技已炉火纯青。真的呀？小的不敢吹嘘，青姿小姐的舞姿就是进了皇宫也无人可及。那就好啊，感谢先生的悉心教导。他日青姿进宫之后，若有所成就，老夫必将重金酬谢。谢潘大人。秋儿，带先生和琴师入内堂进茶点。是，两位请。啊，女儿，来，坐。青姿啊，你进宫的事，义父都替你安排好了。下月二十是太后的寿辰，你将获得邀请，在筵前献舞啊。是吗？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太后呢是义父的外甥女，你不知道她是多么的想有个自己人在她身边。你进宫之后啊，一切都会有人替你去打点，日后你若有机会亲近皇上，你好好伺候就是了。义父您放心，女儿一定会做到的。那就好，你先去休息吧。义父，女儿有一事相求。嗨，你有事尽管说。女儿想在进宫之前去探望一下爹娘。青姿啊，他们住在城外，这一来一回呀、啊、就要三天的时间。可是宫里已有消息，你就要立刻动身，我看别再做无谓的奔波了。义父，可是女儿进宫以后恐怕就很难出来了，我求求你，您就让我见爹娘一面吧。青姿啊，他们都
过得很好，每个月都有书信给你报平安，你还担忧什么？锦子，你就算是进宫以后，我也保证你的家书不断。这我……你想啊，路途遥远，万一出了什么乱子，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听姨父的话，先回去休息，别想太多无谓的事情。去吧。对不起，小姐，请让一下。别着急啊，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千万别误会，我们就是想让你陪我们到前面喝杯酒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走开。咦，哎，走开，走开。青子姑娘，我不是坏人，刚刚路过看到你被人挟持，方才救你。啊，多谢公子相救。在下姓袁名放，是潘大人世交之子，之前在潘府已经见过小姐两次了。其实那日是元放被姑娘的舞姿所吸引，唐突家人才是。哪里？对了，姑娘为何独自一人上路？难道你不是路途多危险吗？实在是一言难尽，希望公子不要见笑。愿闻其详。原来潘大人收养姑娘是另有目的。并非如此，当日我家中面临困境，如果不是义父相救，也许情况会更加不堪。但潘大人此举还是趁人之危啊。青子姑娘，如果你不愿进宫，元放愿带你和你的家人远离此地。不必了，义父虽在朝中世事，但找我一家三口并非难事，何况我也不希望您为了我而得罪义父。一旦入宫门，日后就再难逃脱，
你要慎重考虑。至于魏文芳，你不必担心，我不怕得罪任何人。怎么和袁世侄在一起啊？义父息怒，亲自知道入宫在即，想见家人一面，所以就偷偷跑了出来。不想路上遇到了匪徒，幸亏袁公子及时相救。我，哎，青姿，快扶小姐回府。是。小姐是惊吓过度，没什么大碍，吃点药就会没事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就有劳大夫了。秋儿，赶快跟大夫一起前去抓药。是，走吧。秋霞，好好照顾小姐。是。潘大人，青姿姑娘怎么样了？大夫说并无大碍。那就好。袁世侄，青姿能够有惊无险，全靠你出手相救啊。潘大人不必客气。贤侄今天晚上定要留下来，我已经命人备好了客房，也好让老夫略表对贤侄的感激之情。那恭敬不如从命，谢潘大人好意。请。袁世侄。啊。请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罢了，来，孩子，你是母后最喜欢的皇后，一定要想办法尽量多亲近皇上，千万别让皇上再迷恋了妖媚之人。臣妾定当尽力而为。要是日后能产下一儿半女的，即使有人想跟你耍手段，也不怕跟他争了。臣妾知道，希望能不负太后所望。臣妾参见皇后，贵妃不必多礼，谢皇后。皇后大婚多日，臣妾怕惊扰皇后，所以一直未曾前去请安，请皇后恕罪。贵妃言重了，贵妃比本宫先入宫，论资排辈也应该是姐姐，怎敢要贵妃来请安。皇后此言诧异，后宫里呢，等级分明，后就是后，妃就是妃。臣妾还记得当日因为一时失神未向吴皇后下礼，便遭她掌掴，幸得皇上明察，废去那泼妇皇后之位，否则臣妾不知还要受多少皮肉之苦。他日臣妾如果有任何不妥之处，请皇后直言，可千万别动手。本宫并非狂妄之徒，贵妃请放心，有皇后这句话臣妾就安心了，不然又发生费力之事，
到时候又说是本宫在兴风作浪，就不好了，对吗，皇后？本宫会谨记贵妃之言，臣妾先行告退，贵妃慢行。在皇后宫中留宿以后，近日每夜都在御书房度过。那皇上为什么不到本宫宫中？皇上是怕太后不悦，要是太后追问起来，便说是公务繁忙。皇上要当孝子，真是为难啊。不过皇后刚递上帖子，说身体违和，近日不方便伺候皇上。真有此事？是啊，要是奴才没有猜错的话，皇上一会儿就会移驾西宫。皇上要来，本宫偏偏不想见他。嗯，映月，拿纸笔来。是。娘娘，您要写什么呀？既然皇后可以不侍，本宫也可以。贵妃和皇后同时不侍。是啊，皇上。那贵妃说了哪里不是？请太医了吗？这个奴才也不知详情。白将，去贵妃寝宫。是。探视娘娘。回皇上，娘娘不适，已早早入睡。让开。回皇上，娘娘交代，就算是皇上驾到，也请回。朕来探视，谁敢阻拦？爱妃。爱妃，爱妃，你怎么了？爱妃，你如果身体不适的话，你应该告诉朕的。臣妾心中郁闷，也说不出是哪里不舒服。皇上，请回吧。朕知道册立皇后一事让你觉得委屈，可是此次武皇术一事让母后甚为不悦，只是以此让母后消气。你也知道朕情非得已。吴皇后是情非得已，王皇后又是情非得已，皇上这个九五之尊实在太身不由己了吧。爱妃啊，你可知道太后是朕的生身之母，如果朕不那样做的话，朕会惹得母后不悦的。百姓以孝为先，臣妾又怎敢阻拦皇上尽孝道？既然太后早就想将臣妾赶出宫中，皇上为何不把我废了，以免太后心烦？朕怎么对你，你是知道的，又何必生生让朕废了你？但是臣妾只想与皇上能够白头到老，做对恩爱夫妻。可是身处宫中，这一切都变成了罪状。臣妾眼看着皇上立了一个又一个，你叫臣妾心中
如何安乐？爱妃啊，朕知道立后委屈了你，可是这立妃也好，立后也罢，朕的心里只有你。朕跟你说过，嘴上说说的又有何用？你看，你现在弹得多好啊！幸亏有你想到互换乐器，否则我的这双手肯定弹不了琵琶。我们可以变通，但绝对不可以放弃的。你说的对。幸好宫中还有你，不然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在这里生存下去。你看你，又在想这些了。千万不要回头看过去的辛酸，想想以后我们一起进了月宫局，在那里。就可以平平安安、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。嗯，平平安安。来，我们再练一遍。嗯，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嗯。赵公公请。啊。哎呦，赵公公来了，快请坐，请坐。好好赵公公啊，你此次前来有何要事啊？传太后口谕，潘大人可以随时带义女少卿姿进宫觐见。是吗？太好了，请赵公公转告太后，卿姿这两天身体欠安，等她一康复，老臣亲自带卿姿进宫觐见太后。那好，咱家回宫后即刻向太后禀告。有劳赵公公了，哪里？请用茶，请用茶。我不想吃。秋儿。去厨房给我下碗面条。好的，小姐。袁公子，找我何事？千太后刚才差人来说，潘大人可以随时带你入宫。青子姑娘，是去是留，你要快做决定。一旦入宫，永难回头。袁公子的好意，青子实在是难以接受。也许，这就是命吧。姑娘，趁命运还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，你何不好好把握呢？只要你说一句你不愿意进宫，元芳就是拼了性命。也会将你和你的家人带走的。能够进宫，正是吾辈人求取荣华富贵的捷径，很多人求之不得呢。袁公子，你我萍水相逢，不用为我的事太操心。你回去吧。对不起，是元芳多管闲事了。本以为姑娘不愿进宫，所以才多次相劝。既然姑娘心意已决。
皇上，你看，这花开得可真美啊！是，你看，特别是这一株。哇，是啊。妹妹免礼，游园乃休闲之事，妹妹为何匆忙至此啊？哎呀，妹妹刚觉得头疼，想回宫休息去。以哀家看，妹妹一定是为了皇上册立王皇后一事过于费神，弄得元气大伤了。皇上虽然年纪小，也是一国之君，妹妹不必为他太操心，尤其是后宫嫔妃之事，我们做长辈的也别过于干涉，是吧？姐姐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养儿一百岁，常有九十九。姐姐，你是没有生过养过，是不明白为人母的苦心。别说是为他操劳头疼，就是为他舍了性命又如何呀？姐姐啊，这就叫做母亲的伟大。是啊是啊，妹妹说的极是，可是妹妹还是要注意身体。皇上喜欢哪个不喜欢哪个，这都是缘分天注定，我们着急不来，是吧？姐姐的金玉良言妹妹记住了。嗯，那妹妹就此拜别。哎，希望旧家送来的美人能在宫中立足，哀家才算有个依傍。休息了？不会啊，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，很好听，很悦耳。是啊，春华，以你的琴技一定可以考进乐工局的，何必这样天天练习呢？你别这么夸我，后宫内大有高手，所谓骄兵必败，我可不想名落孙山。哎，对了，春华，早阵子你不是练扬琴的吗？现在怎么弹上琵琶了？韩香的手不知为何突然溃烂，他弹琵琶时手就特别疼，所以我就跟他换乐器了。幸好你有天赋，要不然临时换乐器，谁又能有十分的把握呢？是啊，我们啊都希望你跟韩香能考进乐工局，以后在喜庆的日子为我们奏出优美的乐曲。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再弹一曲吧。对呀，对呀，弹一曲吧。好啊。是前太后寿辰，万贵妃吩咐当晚寿宴要尽善尽美，余兴节目你要悉心安排。下属知道。至于膳食酒菜，王慈善，你要尽快跟前太后商议决定。回礼上宫，菜单已经准备好，待会儿会分别送给前太后及万贵妃过目。好，其他各司要尽量配合方尚仪、王思善，希望这次寿宴能令太后及万贵妃满意。是。王思善，你要去两宫送菜单吗？是啊，这一东一西的我得快点走才行，待会儿还得准备晚膳呢。要不这样吧，反正我要去万贵妃宫中找人，我帮你把菜单送过去。这先让万贵妃过个目，你晚些再过去跟她确认这份菜单，不也一样吗？也是，也省得等了，那就麻烦你了呀。
哪儿话？既然是钱太后的寿宴，一切以她的喜好为准。你代本宫告诉王四善，本宫没有意见。是。林思政，你在看什么？哎，对不起，娘娘，只因奴婢的亲侄女七巧是贵妃宫中的送衣宫女，刚才奴婢好像看见她了。哦，传七巧进来。是。回娘娘，七巧带到。奴婢七巧参见贵妃娘娘。